那么感谢咱的众贤民吼，谢谢大家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咱来给咱的主，咱的众贤民讲有你真好吼，真的吼，今仔日是，因为咱的陪护理事长，咱的众贤民讲有你真好吼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咱所有在座好朋友，谢谢请坐吼，真的是有你们真好吼，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来邀请到咱的诸位哈，咱的诸位陈正胜主委啊，请出场，啊，来掌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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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感谢咱几个，啊，够积极的咱的子弟，是共产党。咱会会长、副理事长，咱军统科当科长，啊，咱龙江市议员，咱李冠伟议员，啊，咱市长、军统啊，龙地市长、小红旗市长，包括了咱啊。乡里这几个里长，咱军事国校，咱的五国平五里长，包括咱的前校长，咱做邱校长，咱家长会、教会的教会长、教会啊是哦，啊，咱庙的咱的副主委邱家传，包括咱的乡长，咱的杨明江。这个方向是李志峰，咱叫志江团，叫妈妈，咱朱正先跟助理，啊，包括咱黄，黄兆辉郑志宇，啊，咱叫志江团叫志江妈妈，啊，加咱叫咱只威王。啊，包括着咱今日参加咱订会遮个，遮个乡亲，咱个，永康国小，咱这黄国展校长，啊，今日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这次，咱着订会是第二届，第二届，来举行，啊，是由咱总干事。啊，魏志峰来出会，啊，带领着咱庙，即各位委员，包括着咱庙的志工团的志工妈妈，专业来甲咱协助来完成。其中也包括着咱影视国校、英雄国小，包括咱昆山国小、啊大桥国小、大桥国中的老师。学生专业啊，来甲咱协助来完成啊，所以咱依着庙代表，我代表庙来向咱遮全体啊来协助咱庙来完成这场订会，来甲恁讲一声感谢。我来感谢着咱吴国平校长为咱来写着咱两一对咱这个主灯要感谢，啊，最后嘛要感谢着咱的金主，咱的地府的先生，咱的立位尊神来保佑，咱这届订会会当来顺利来完成。啊，要感谢着咱的参加这届订会，啊，加咱这的咱的贵宾，啊，有恁来参加，增加阮的订会光彩。啊，最后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多赚钱，感谢。谢谢哈，感谢咱诸位的支持哈。我特别跟您讲哦哈，头到咱诸位伫个内底吼，伊迄台遐台数吼，伫遐练一波呢。好，就是为着要向大家吼分享吼，迄个喜悦，然后我们这个过年的快乐哈。咱伫个今仔日伫个疫情当中，吼，咱伫个今年。咱有法度吼来参加着这个盛会，表示讲咱是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，所以给咱家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吼，来吼，恭喜咱，恭喜别人嘛，恭喜咱家己吼。来，接下来咱来邀请着咱的应控股的股长陈胜南区长，来为我们致辞，来，股长点力，你欢迎哈，点力来，你来。好，来感谢主持人，这个。朱启林哦，喜欢周杰的新歌啊，我臭逼也会弹出来新歌哦。啊，真的是非常感谢，尤其是我们主委哦，主委还有我们在座几个议员，我就不再一一称呼了。啊，大家听哦，大家都非常用心哦，咱每一间庙每一间庙的特色哦。我相信讲咱这个咱永庙家所有的灯笼，所有的灯会型哦，一档更加好。因为第二年看起来就真的是非常不错，啊，这样嘛，现在雄心在刚想收入诶，包括永兴国小，包括大桥，都今天昆山也好好的帮忙。
因为这学校的帮忙之下吼，咱的课才更加辛苦，所以咱就没有去办活动，咱只有学校啊来办啊，就是咱电影上的这台词啦吼。啊，那一只吼，一只相当的感谢咱荣耀，这几人啊对咱的电影的帮忙。啊，我甲注意报告一下啦吼，每年吼，每年的时候看咱要咱办的时候，公所内面，我们会来一个做一个大合作。哦，弟兄，来报告一下，你是不是？明年咱来办的时候，咱弟兄是不是讲哦？如果听我袂记，是讲哎，前后一个高位时候，咱叫这个注意，我一个时间我到遮泡一下茶，啊，咱来讨论一下。可能讲咱明年是要咱来扩大，要咱来办得较好啦。因为办这时，我就大概记忆中就是，伫这个中西区有一个普济店。我这个的时候，你第一届第一档的订会嘛，是我伫中西区接触到第一档。第一档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在跟别人边串联啊合作。我想听讲哦，我希望我们公所能够在为了电影的这个表示最好代志，我们尽点心力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听。恁听，咱有七个计划咧，恁听吼。我这边计划，这边计划，那计划我听妥当了。我讲那七个计划，啊，甲咱庙、咱地调公司内面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明天来集合，来好好来规划，我咱这个电话要来办理。希望讲咱电话会当一档，可比一档较好。好，最后我这边代表市长吼，亲自完成我们所有的中国计划，在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平安，新年快乐！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咱部长吼，我今麦部长。担心的是你袂晓钓到啦吼，好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把阮古钓看好钓哦，吼，啊无古钓钓钓到去吼，无古钓好多年咱的地府里清水，跟咱地位尊前的头前花园的吼，就是讲咱明年这灯会吼要办到更加盛大，同咱的烟棚铺去大家吼来做一个大结合，哇，我们好期待哦，嗨，我们给我们的区长一个热烈掌声哦。这么重要的一个愿哈，好，感谢感谢哈。来，接下来邀请到咱的离咱的李荣哈，上届李新哈，上届拍表来，杨忠诚议员来我们支持，来掌声哎，你哪声声啦，哪都给咱庆祝嘞。多谢咱的张干事哈，今年第二档哈，第二档我那小可有改变哈，应该是哪改哪好，大多咱的口调改出嘴啊，那么。每年去调皮哦，规模更加大啦吼、哦，甚至到尾啊，包括市政府把它拖落来安尼啦。赞、哦。所以一档一档，把规模慢慢啊，一个扩大吼，总比一个专烟口的一个大活动啦。赞。所以伫各庙宇啊，会使讲伫这逢年过节，拢挖空心思啦吼。费尽心思，就是要来伫地方的庙宇，来会当较创立更加新的一个节目，所以一直在推陈出新，就是一挂新的活动，拢一直在来杀出来。所以这是咱地方所乐见的啦吼，会当予咱带动地方的欢迎，所以伫遮我嘛真欢喜，第二冬来参加，所以。嘛，咱的主委也好，咱的总干事，咱庙里这的职事，大家拢亲策亲力，来共同完成咱庙里一年一度的大工课啦吼。我相信咱永康七个议员绝对拢会来甲咱庙里倒卡手接着，所以这个计划写出来，甚至落七个议员拢共同来争取嘛，无要紧。若讲区长，我来讲。伊若要高升，你话他动伊袂得。没啦。伊若要高升，你嘛袂使甲动啦吼。所以吼，唔过无要紧，工课啦定定啊啦吼，就免烦恼啦吼。所以若照一定会颁布规划咧走，就 OK 啊。所以伫遮特别的感谢过去大家疼叹，那么为了让咱有机会继续来服务，那么这个所在是咱家己的，所以咱大家拢共同努力啦吼。那念过国小的洪校长，我细汉比较大，所以我的母校的永康国小毕业的啦，所以我是国小毕业的啦吼，所以我是大汉啦吼。不过，较早农村来遮的时阵，就是比较毕业的吼。
所以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工作，所以在这再次做啊，无意甲大家称呼，因为头拄啊拢有称呼着，所以啊在这再次做甲大家拜一个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因为阮在安排这表演节目，因为咱家老大来吼，伊咧赶时间啦。啊，唔过咱明年要搁到圣诞，爱靠家老大呀吼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点灯哈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呢，非常的开心哈。咱来请的哈，麻烦恁久待哈，我们先来点灯哦。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主委陈正胜主委上台，咱的区长陈胜南区长哈，咱的丢钱议员哈，我们的林凤伟议员。我们永信国小兵郭明校长，那里有谢文启里长，还有那里李永小公话真鸟为陈瑞泽常务理监事哈，麻烦久待哈，来我们一起来上台来。哦，来我们永康国小校长哈，哦来永康国小校长哈。好的好的，大家好，来美校长校长哈。好，来，永信国小校长吴国敏校长，家长会长杨宗忠。来全部都是随着我们的音乐在变化啦哈，那所有呢全部都是好运好缘，来来彩招各位收尾和朋友，来麻烦您哈，今晚我们即将要点灯，还有望烟火，所以呢，你这时阵你来心花来，另外一个愿，哈，另外一个好愿哦，来记得年年年新的时候，咱大家都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所以呢，今晚咱大家都会来倒数，我们一起来倒数我们的烟火，还有来我们的音乐起下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倒数哦哈，来五、四。
下心愿。光照大千禧年来，玉兔迎春贺新年哈，这真正是万万齐放啊，烟火秀来。我们感谢所有的功德主哈，来赞助给咱的烟火秀烟火了哈，感谢哈。好，那谢谢哈，来，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来做实在哈，来林彦珠议员，你搞的关时间。你看，你关时间好，来来，这是在来来来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彦珠议员哈，来，你来，你都无淡定嘞吼，来。我谢谢感谢我们的淑君美女哦，她都我来都爱富啊，看的烟火啊，赞，真正是好看。感谢的咱苗栗吼，咱的党主席，咱的党副主席，啊，佮有咱的我袂看到，佮有咱家的志工吼，咱旅游苗家的志工，然后呢真正是非常欢喜吼，佮有咱阿嫂。你丢呢？我替阮大个呢，我起码家己起来做哥哥。然后咱利用着所有咱遮个时段哈，他都要放个烟火，真的很好看哈，多好有看着。这个咱美术啊，我必须他都要来公山，你来啊，好有过年的气氛。所以讲话一家新恭祝大家哈，新年快乐。那今仔天顶真正有够济，那一家出感谢即个。我们利用这些乡亲时代的支持，小心各位大陆在印度啊，这届的虽然真正摕到这么一关票吼，关票先啊摕来，真正是印度啊，甲虎团队是365天虎付出，拢无咧休困的。那乡亲时代大家困的，随时拢会当找到印度啊，随时呢印度啊服务处拢会当甲大家做着服务。那不管是安那呢，我相信讲伫新的一年兔年。一句话是比较祝福大家呢，兔年行大运，嘛希望大家过年中呢，大家拢有当过来表演唱吧，安尼，予咱的师傅给咱加持，咱呢一句话呢再一次，包括阿哥，咱就来咱校长哈，我们的校长哈也到了现场哈，哇，小朋友，你快给校长的心来给校长问好哈，安尼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，那恭喜呢，感谢着大家哈。这段时间吼，真正是大家拢辛苦啊，然后要过年，大家拢爱拼扫。那总是呢，我嘛唔知要哪讲哦，千言万语，一句话嘛是叫感谢恁啦吼。我会继续好好努力打拼做。那唔管是安那，认真为地方，那为咱乡亲来做代志，才是对的。唔管我是什么职位吼，那最后一句话祝福大家，新年大家一定爱安那，一定爱快乐，逐天呢一定爱幸福，这安尼才是对的吼。啊那过年印象好处都无休困，恁若无所在通去吼，来印象好处，印象好，准备下午茶，准备好的物件，大家吃，不要等大家啦吼。那最后印象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民春风，行路有风，恁家吼大家拢健健康康。那恁咱今仔大会万万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感谢吼，感谢你们。对咱林彦珠议员吼，咱想讲吼，身体健康吼，啊身体健康平安吼，就是一直想盖点好嘞吼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呢有一点匆匆忙忙了吼，啊所以呢，那刚好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完成了一个盛事哈。那马来亚家人收为贵宾哦，你忙照哦哈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呢最重要的一个盛典呢，才即将要开始